再来一下吧。好，看，太难受了。来来，再来一个，来。什么东西？太难受了，演的这让我真的是太难受了。你还是得有人物关系，有人物逻辑啊。你害怕他吗？有点儿。完全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吗？对呀、啊，就看不见，看不到是什么关系。他特好，刚才。哦，谢谢。他刚才问你那句特别好，你去干嘛呀？厕所不是在那边吗？你这就特别好。嗯。又真。心理动作还准。嗯。好看。你看还是一样。纪凌尘，你就不能保持一个假笑吗？我假笑。他也是这么演的，就是假笑夫妻，你明白吗？就是把你那心理动作放大，你放出来。因为刚刚你控制那个很好，他闪掉走的时候，这边，不敢了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是啊，这个很好。好。是吗？可以啊。是。来来，再来一个。你可以再砸到嘞。这个戏最好的有两个反差，一个是你死了我就救进来，你转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你来救我，这里是很威风的，这里拍过来是哦，这个哈哈哈，两对呀、啊，谢谢。你有点自信，不要闪，对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这个闪的。你刚刚浪费了郑志伟老师教你的，你整的都没有节奏的。清晰一点，来了，来，准备，厕所啊！哎，心里没底啊。嗯，他没有，完全没有抓住这个状态，完全没有。再来，再来，就是这个反应之后，你就啊，就想要笑着要走吗？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不是哦。你还记得吗？喜剧本来就很难演，可能帅气高冷男演员就是不太会演。他演不了，你要给他时间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来，你看啊，转过来，保持，转，你中间松了。你再来，再来，哈哈哈！转，硬的，变，你这个不够，嘴巴是扁的吗？你再来，再来，哈哈哈！转，突然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突然还是这样，转，对呀，知道吗？啊，明白了。来一条，来一条。没时间了啊！这个连拍这个是灾难片了。就是你演完这个片段就断送了你的演艺生涯，你说吧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，我都快疯了，被你们演的。挫败吧，因为自己之前老说大话。难演吧？难演吧？你让给我多好呀！因为明光词少，老跟其他学员讲一些大话，空头大话，好像自己多会一样。但是我不想看，我觉得我看了视频，我会照着他那个感，越自信越好，越不自信，结果自己，哎呀，真的是狠狠的打脸。玉佩呢？三楼，就那一个玉佩，他一开场就带着玉佩。那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那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现在要拍了，东西在哪里？我们再找找吧，鱼钓的时候可能掉沙子里埋起来了。在这儿找？找啥时候啊？这咋拍啊？没有了。能不能找到？现在告诉我能不能找到？找，我们现在去解决问题。给我时间多久？我没时间了。我们再找找吧。那，
收工，不拍了，收工，不拍了，哎，不拍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我该怎么弄？我们脑子想的是怎么弄？哎，收东西，老东。你快去，快快快跟导演说说，说怎么回事，快问问。那一拍怎么会没有呢？导演真不拍了吗？对啊。真不拍了吗？现在玉佩丢了，我戏就接不了，我后面就没办法进行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。这个三鹏，你们两个要一块滚下来。如果说他没有玉佩，我们就接不了后面的戏。服装间没有多余的一个玉佩或者什么的吗？备用的在另一个仓库来回要40分钟。五分钟？着急再找吗？没有时间，我真没有时间了。就休息五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就五分钟，五分钟机会，休息五分钟。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机器跟灯马上就收了，这个棚你再过会儿出去就黑了。这确实是我的错。哎，你怎么能忘呢？就是对恨自己的，俗话恨铁不成钢。再去找找，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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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拍怎么会没有呢？哎呦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早上是在这儿拍的那个刷刷刷那个对的套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儿去哪儿找呢？我是早上就在这儿套的招，对不对？道具的丢失是一件非常低级且重要的错误，因为你这个道具的丢失，你可能导致整一条线的戏要重新拍。哎呀，我这怎么，我怎么回事儿啊？真的是啊，我这一波三折的呀，在这儿，怎么回事儿啊？哎呀，别跟着我了呗，你也跟着我又难受。别跟着我！哎呦，找了两款就是类似的，嗯，然后就咱俩一块去跟导演问一下这个问题。好呀，一款只有一个，我们这边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导演，你走了吗？导演没了，监视器撤了，重重一击的那个感觉。那一刻，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，我应该怎么办，我能找谁？哎呀！哎呀！很懊恼、懊悔，然后我说出来那个感受就非常的复杂。我现在找谁都没用了吧？在那边的场地负责人不交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导演。导演，我们现在这边只能找出来这两块，这个是跟他之前原有的玉佩大小差不多，这个是款式差不多，就是现在只能找出来这么两块。这两个真的是完全的是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小的是大小一样，但是这个大的是款式一样。这个不是那个图案一样吗？来吧，你把手一会儿藏一点，别拿那么多。对，藏一点。来吧来吧，